沙哥，你今天是没看到，我大嫂实在是太牛了。哎，你不知道她那舅舅有多难搞。今天明玉姐没去之前，明玉姐的二哥跟她舅舅都干起来了，一家子男的愣是拿那一家子没办法。哎，你还知道吗？就是明玉姐一去，有如神兵天将，就像这样拿着这账本，三两句话就把她舅舅给干趴下了。你别提当时那一家人的表情有多精彩了。今天谢谢啊，坐下来聊两句吧。我就是想问问，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你要让他来转达。不是，我怕我直接告诉你呢，我们俩又造成什么误会，所以我就……我们俩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俩有那么生分吗？我们家的事情你一清二楚，除了你，我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你说他一外人，你把他扯进来干嘛？哎，姐，我怎么就成外人了？闭嘴！好，行，这是我又做错了，我跟你道歉行吗？哎，你真是天蝎座啊！上次那个仇，你还打算记一辈子吗？行，啊。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你家的事我管也不对，我不管也不对，现在连我跟你道歉都不对。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你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我。咱们都成年人啊，石天东，咱们有话直说好吧？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样子。明总，真的，你什么都好，但可不可以在处理家里事情的时候不要这么敏感？我敏感？你不如直接说我神经质好了。哦，你自己说的哦。小王，你买单。哥，我姐脾气确实臭人，刚开始我也觉得挺无语，很难适应。后面才发现，她其实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人挺好的。咱们男人嘛，就应该大度一点，女人哄哄就好了。行，吃完了赶紧把单买了。阿七。哎，你下次吃东西的时候别讲话啊！
苏明成，该你了。你好。请进。啊，你好，苏明成。啊。学历、专业、从业经历都没问题。你上家公司挺好的呀，为什么不在那儿做了？我更喜欢贵公司的管理模式，比较灵活，让有能力的人更容易得到发挥的空间。不过，同类型公司，本市还有好几家规模更大。我公司应该不是你手下吧？其他的几家你也都面试过了吧？去过。那么，是他们没有选择你呢？还是你没有选择他们，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可能他们的需求不是我吧。不应该呀，你很适合我们公司。那你在待遇方面有什么要求吗？没什么要求。啊。喂。好好好，我知道了。今天先到这里吧，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啊，待遇方面我们还没谈呢，你先不要着急，有消息啊，我马上通知你。先回去吧。喂，小苏啊，怎么了？是找不着工作，处处碰壁吧？姓周的，是不是又是你干的好事？对，明人不做暗事，就是我干的。我告诉你，只要你不出这个行业，我会让你永远吃不上饭的。你厉害，咱们走着瞧。媳妇呢？回来了，回娘家了吗？当爸爸。那可不是。恭喜恭喜。哎，你怎么样？工作有着落了吗？着个溜溜球啊，有着落啊，我找你啊。我知道你现在缺钱，但是你看我现在这情况。媳妇刚怀孕。你说真让我拿出钱来，我这确实也有点困难。理解啊。不过呢，活人啊，总不能让尿憋死，是吧？啊。媳妇儿以前开网约车的，现在怀孕了也开不了了，你把车拿走呗，没事开开车，赚多赚少的呗。喝茶，喝茶，喝茶。朱小姐，您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价格帮您卖了。
朱小姐，朱小姐，您可以吗？哦，可以啊。好的好的，那这些我就去拿去复印一下。之后我们会有专人对您的房子进行拍摄，之后在贝壳找房上您就可以进行 VR 的实景看房了。好，谢谢。好，再见。系好安全带，咱们出发了。好巧啊，叫个网约车都能碰到你。这车不是我的，我帮一朋友忙，他这两天有事儿，我一直在忙工厂的事儿，这两天正好休息，所以过来帮帮忙。哎，开这个网约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每天能挣点钱，还能兜兜风，还能遇上不同的人，哎，比在办公室里轻松多了。嗯，也是。你怎么样啊？我，都挺好的。好就行。前面那楼吧。啊，对。请您带好随身行李，如果对我服务满意的话，请点个好评。好。再见。是你了。哦，明总他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心情不好。没事儿，更年期。
还在生闷气呢？看书呢，别烦我。拉倒吧，观察你半小时了，一夜没翻。两口子吵架，至于吗？今年多大？23。23那么天真？我谈个恋爱就成两口子了？要照这个标准，我岂不是要结婚100次？那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分手了，当然是普通朋友啊。姐，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没空。姐，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不说出来我会憋死的。那就憋死吧。我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从敌对到和谐，化干戈为玉帛，我打心眼里佩服你这样的女强人。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热情大方，温柔体贴，重要的是人还长得特别漂亮。嗯，对我评价很客观。说吧，又憋什么坏？傻乐什么呀？有话就说。姐，我喜欢你。知道。我说我喜欢你。听见了。我也喜欢你，干活去吧。我要追求你，得给我个机会啊。好啊。听听，你打算怎么追求我呀？买花，买衣服，买包，买车。还有呢？以后众诚都是我们的。你倒够有诚意的。你年纪轻轻怎么就那么俗气啊？小莫，这世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就能买回来的。苏明玉，你别瞧不起人。我告诉你，我比你小不了几岁，我喜欢你怎么了？我追求你有问题吗？你在嚷，有本事出去喊去。我也谈过不少恋爱，我从来没有过脸红心跳的感觉，直到见到你。第一次我来公司，你把我摁在沙发上，我们四目相对，我脸红了，我心跳了，我心都快跳出来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后来我才明白，我恋爱了，我恋爱了，我爱上你了。我不能骗我自己啊！我也问过了石大哥，他说我追你，他没意见，他还祝福我们呢。明玉，我们约会吧。找我有事儿？最近过得好吗？可以啊，挺好的。工厂，哎，很忙，现在还在扩招人，然后现在人也都不靠谱，每天就在忙活找人。我打电话去公司了。小林什么都告诉我。
开网约车不是个长久之计，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吧。本市同类型的公司我都去应聘过，没人要。你有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而且之前做的那么好，再找一份新工作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嗯，周经理一直在黑我。我应聘过很多公司，他们也都对我挺满意的，但后来都没用。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在捣鬼。他放话了，说只要我还想在这行混下去，他保证绝不会让我有一口饭吃。不是，周经理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他已经把你害得这么惨了，他还要把你的路全堵死吗？也不能完全怨他，我输不起，所以我想把钱要回来，在公司里面一直跟他对着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也做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听你的，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好。算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嘛，就当是咱们成长路上交的学费。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吸取经验，以后不管再遇到任何事情，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现在也挺好的，我开着车看着景，挣了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其实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咱俩的婚房卖了。现在房子的市场挺好的，涨了不少，转贷后卖了150万。这张卡里面有75万。你拿着吧。不要。我不能要。离婚的时候说好了，房子归你。我做了那么多的荒唐事，让我当一把男人吧。给我点面子，你拿回去。明成，你听我说，当初咱俩结婚的婚房就是你妈出的钱，还有咱俩欠爸的钱，是咱俩一起花的，到现在也没还清。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你也别让我难堪。你拿着吧。
黑明成。哥，周末你去一趟爸那儿，叫上苏明玉，我有话要跟你们说。哦，好的。大哥，我们来了。哎，来来来，明宇坐。哎，点菜。明宇啊，你今天想吃点什么呀？随便的。我们今天开会开的比较多，吃点润润嗓子吧。来个冰糖雪梨，来两杯。明玉最近想吃点清淡的，让石大哥看着做点呗。嗯，好嘞，好，再见。哎，你是不是头疼啊？嗯，我给你按按吧。跟你说，我按摩老好了。怎么样？不错。哎，我顺便给你按摩按摩肩吧。嗯，坐一天了。好啊。怎么样？力道行吗？好极了。Thank you so much. Very good to meet you. Thank you. Bye bye. Good to meet you. Why were you late again? There was nobody here to greet those clients. I'm so sorry. This is your third time being late this month. I'm really beginning to have doubts about your work performance.Traffic. And, you know, I need to take my daughter to daycare on time. I don't care. All I care about is whether or not your work is up to standards. Now, under company policy, I have to take a penalty deduction from your wages, and I hope you take this as a warning. Okay.还有一个去哪儿？嗯，哦，这里有柱子。给我找一个。这个柱子。去哪儿？嗯，终于找到了。
这好像不太对啊。这里对的，还有这里。你那么聪明的。这个差不多了，我们时间差不多该打烊了。哎，在这。谢谢大哥。大哥。哎，哥，你再帮我们拿两瓶水吧。我要给你可乐，谢谢。要不这样，大哥，你要是着急回去，你先回去。行。哎，谢谢大哥。绿的呢？绿的，这个。这个。缺半个呀。要不我今天帮你锁门吧，我锁。哦。哎，这还少了。算了，不玩了，你玩吧。别呀，姐，这多有挑战性啊。回去了。我还没拼完呢。走了，阿姐。嗯，拜拜。拜拜。走不走啊你？What, Kelly? Why the Su has to be dropped out?It's my fault. I haven't picked her up on time. But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chance? I promise, I will try to do better next week. No, I will not let her go to family care. Kelly, listen to me. Hello?怎么办呀？你怎么这么不让妈妈省心呀你？你哭什么呀你？你别哭了！你怎么还没睡觉？我睡不着。哎呀，明天一大早你还得送宝宝去上学呢啊！乖乖，赶紧睡了。明哲，我有话想和你说。有什么事儿啊？等明天睡醒了再说好吗？
那个明成给我打电话说家里出了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回去处理一下。我现在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哎，那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啊，赶紧睡觉，拜拜。喂。我今天来啊，就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跟爸郑重的道个歉。这些年我一直啃老，啃得家里很不舒服。我知道这样不好，我心里也有愧。所以我在这儿保证，以后我苏明成再不会花家里一分钱。明成，你把我们约来就为了说这事儿？明成，你道歉啥意思啊？爸，您别紧张，我不是我了，我变了。之前你账里记着，我欠你19万2，我和丽丽七七八八还了有3万多，现在还剩15万多。这张卡里16万整，我给你放在这儿。明成，你哪来这么多钱？大哥，之后我再回答你这问题。16万整，一分不少。如果有人不信，咱们可以去银行查看清楚，好吗？明成。你放心，爸相信你，相信你，爸今晚不救。哎，爸，我怕你把持不住自己，你花钱一冲动，万一出了乱子，有人又得要埋怨我了。所以这卡呀，还是得让大哥保管。我保管合适？不合适。明成还我的钱，麻烦你保管，多麻烦呐。儿子，我一定吸取从前的教训，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了啊！哎，爸，你老了，真的很难控制住自己。是啊，我老了，我现在活一天少一天了。这钱你要不让我及时花出去，我都怕我没有事。哎呀，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这钱是交给大哥保管，钱还是你的，你有什么正当的需求，大哥会给你的呀。那个，爸，要不然这钱我先拿着，你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爸，明玉，你给我评评理啊！你二哥还我的钱，非要让你大哥保管，你说这是还钱的样子吗？大哥，这钱你拿着吧，落你手上，回头又得出事儿，听话啊。行，那我先拿着。别生气啊！好，账的事儿就算说清楚了。咱再说第二件事儿。哥，这张卡里有60万。